正式开始之前，还要向大家隆重介绍我们超有趣滑雪大会组委会的重要成员——裁判员。有请裁判长。我忽然间发现个事儿啊，刚才这个戴墨镜这个人在这站半天了，如果要是小贾的话，咱们就揍他，好不好？哎，这有可能是他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给你个机会。嘉欣最喜欢装这个戴面具，对对对对，就是你。现在还是确定是小贾是吗？是小贾。哎，已经开始准备。嘉欣，别发抖，就是嘉欣，我跟你说，有一种爱。哎，我们的手有一种爱。你是嘉欣吗？我不是哈，密室关闭三天。我看他鼻孔，我看他鼻孔。我看他鼻孔，这不是 X 吗？小贾是你吗？小贾，真的不是，放过他吧。对不起，冒犯了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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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些裁判员呢会隐藏在我们比赛的各个角落，到时候大家注意他的体态信息就可以了。非常感谢您。嘉欣，我需要干什么吗？我爱你。哎，你为什么戴水晶？给我摘了。太好笑了。好的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我们的启动仪式。